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福尔摩斯第一章，哎呦，我其实没想到这个系列还蛮多人看的诶，事不多，讲国语的在玩吗？我也不确定呢。我看一下，这里好像是有个任务的锁，看一下啊，这里。I remember the monument, Cordona's legendary pirate, the Robin Hood of the place. Do you recall it, John? I do. I wonder if. What is that? 哦，银钩纪念碑，银钩卡林的宝藏，然后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那个蘑菇头真的黏黏的哎。Karim of the Silver Hand, the pirate with a golden heart. I told you I remembered him. Hey Sherlock, I'm up here. Guess what I've found? A riddle, and it's about a treasure. Listen to this. What? John, you've surpassed yourself. 银钩谜语，在纪念碑的顶部刻着一连串谜语，如桥所说，这些谜语可以带领我们找到银钩留下的宝藏。第一个谜语，想要完成寻找宝藏的任务，前往尤鲁斯路和湾曲街的交汇处，面对伊玛银，哎，伊玛还是银？伊，哦，伊玛。木查希尔清真寺，向左走，不要停，直到你来到有着一口小许愿井的庭院。好，尤鲁斯湾区，面对清真寺向左转。哎，等下，面对那个寺，然后向左走。好，没关系。尤鲁斯湾区，尤鲁斯湾区，我先找啊，等一下啊。尤鲁斯湾区，尤鲁斯湾区。哎，这里。啊，哇！我没有那个哎，我没有快速传送，我先标记一下哦。哎，我应该先按这个，放在定选跟放在地图上好。尤鲁斯湾区在这里，接收。Sherry, this is just like the old days. Sherlock and John on a pirate's treasure adventure. 那我沿途走喽，看看我遇到什么。嗯哼，是许愿井吗？啊，距离还很远，应该不是吧？对啊，还很远呢。我以为那么碰巧被我碰到。哎，等下，这是清真寺，所以我是看一下哦。所以是在这附近吧？所以我标的地点应该是没错的。哦，就是看着你，然后，这里吗？哦，这里，
诶，打开了耶！第二个谜语，快到目的地了，别耽误时间。你要寻找一个石头堆砌的拱门，从古老的废墟往东走。我的朋友，他守护着先祖，直到尽头。So the treasure is real, but tell me, John, how did you even guess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on top of the monument? Didn't I ever tell you about my psychic abilities? I should have.I even know where we ought to go next. 哦，这个当地传奇海盗的纪念碑——银沟卡林，伫立在阿诺特街和斯卡利特街的老城的交叉口。小爬上了纪念碑，在顶部发现了一个押韵的谜语，它鼓动我揭开谜底。第二个谜语是，该地图号是什么？卢梭宫。这个在看攻略，哈哈。因为这个我比较，因为他要记太多东西了，我这个没有要那个。他是说在这里这一区啦，格兰萨雷，然后素尔街跟巴斯克维尔街。哦，我在这里。就我直接传到这里就好了。欸，哦，这两个不能传，只能传这个。所以这里。这里的音乐好舒服哦。到了，然后呢？这里哦，其实我这个也有看过啦，我应该有说过嘛，就是我看过这个游戏，我有看完，而且那个人还拿100%的，所以我对一些东西有印象啦。诶，到了吗？哦，在这里。Far over the misty water cold. So, 最后一个谜语，他的脚下有着古老废墟，找到那棵埋藏着宝藏的树。也许你只找到一个小细节，这并不代表你的任务失败了。好，那这个他说什么？I always admire the way you notice such details. In such moments, I often recall Mother's voice teaching 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maller details. The world hangs on small hinges, John. Even the most chaotic miracle becomes sequential when you take a closer look. I remember.
这为什么还有一个放大镜？啊，不管了。这有快速旅行点呢。To dungeons old and caverns deep. 喂 ，what? Is this Mother's magnifying glass? How did it end up here? What happened? Sherry, you really need to learn to let miracles happen.The whole world is one big, unresolved, chaotic miracle. But they will become sequential if you take a closer look. I do remember what Mother told us, but that explains nothing. Just let things happen, all right? Besides, this little miracle will look perfect in our manner, don't you think? Hmm.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要解什么任务呢？我猜啦，我这个猜测是因为他都说那个桥是，imaginary friends 就是假的嘛。那我觉得他不可能会看得到那个雕像上面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什么银钩的宝藏，而是福尔摩斯自己的在脑海中一个谜题，就是给自己留下来的谜题。不然他怎么会，就是那个银钩怎么会拿到他妈的那个放大镜？所以我自己猜是这样。就加上因为那个桥不可能会看得到上面的东西，就算他看得到，他也不可能可以跟那个福尔摩斯说，因为他就是Ursula Oni, the chief archivist. How can I help you exactly? I need to take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Cordona and its islanders to retrieve some hopefully useful information. Your brother Mycroft told me that you were direct, and now that we've met, I can see that is true. Someone in our family has to balance the evasive nature of my brother. Well, may I use the city archives? You may, of course, but in return, perhaps dinner?That's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looking at your archives. I was teasing you. Pay no attention to me. 然后我先不管这个，我猜这个是母亲的那个任务。我先去警察局。警察局在这里吗？还是我记错了？真是记错了。哦，这才是警察局啦。瓜分战利品。好，我们来稍微看看好了，今天应该做不完这个。先看一下他的案卷好了。第1807号报告。三名男子为了如何分配抢劫银行的赃物起了争执，继而丧命。据报，枪声来自于西佛顿的最北边工程师巷的一个后院，位于埃伯诺特街和煤坑街之间。赃款未追回，因证据不足，案件暂停审理，等待进一步调查。受害者摘要：罗杰斯·麦利。42岁，曾因窃盗被捕，戴眼镜，死因躯干枪伤。比尔·德文35岁，曾是红金帮的成员，死因颈静脉破裂，失血过多。身份不明人士，30岁左右，戴帽子，腿受过伤，
死因心脏中枪。丁选这个，然后西佛顿的最北边，我来看看啊、哦。西佛顿，哇，西佛顿比较大哎，最北边是最。对，工程师像在这里，他的东西都有点点点点点远嘞。那怎么第二个按键就走到上面去啊？我在这里，我可以走这里上去啦，或是走那边。我觉得我走这，哎、欸，好像都差不多远。好，走这里好了，顺便解一下地图。福尔摩斯真的是很经典啊，我自己其实一直很想要买一套书来存一下的，但是又觉得如果只是存的话又好像有点浪费，要看的话我也是可以啦，但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书还没看。说到书，很多书还没看，我自己在想说最近可能要重新安排一下我的时间。哦，强盗老巢，就是我上班时间比较长，所以回家可能就吃饭休息。那有时候是会去运动一下，健身房运动一下。一直有想说还是把那个健身房退掉，但是又觉得我如果平常没有在运动，我再把它退掉的话，我就更不会怎样去运动、欸、而且其实一个月也不贵，但是又觉得。最近真的忙到好像比较少，太没开了，是真的比较少会去，不像以前我可以每天都去那么频繁。就以前每就是除了礼拜六不去以外，我是每天去，我大概运动个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觉得我耐心不是很好，加上时间也不多，那我就每天半个小时就补足一下，就是正常来讲应该是一个小时嘛，我就起码运动一下，对吧、啊？但是如果完全把它不要的话，就有点麻烦。但是我一直又有点想学游泳，其实我是大概会游泳，但是那个自由式那些比较不会，所以一直都在考虑要去游，但是又找不对时间。正在思考啦，在思考。如果只是游泳的话，一个礼拜就一次，然后学会之后，我就可以把健身房变成游泳，因为游泳会比健身房好啊。就是那个因为我太重嘛，会比健身房的那个负重对我的脚会比较好，膝盖跟脚，所以都在考虑中。对，还是我稍微学一下游泳好了。加上其实我最近旅行，我一直旅行都蛮喜欢有海的地方。如果我是不怕水，只是不会游而已。后院位于梅坑街跟什么埃伯什么什么街。那个埃伯什么街有在这吗？没看到啊。哦，这里。所以我应该往回走。但是我在考虑啦，还在考虑中。啊，我觉得我们快找到了。那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下次再见咯，先找到再说。对啊，对，好，我们下次再见啦，谢谢大家收看，拜拜。